上的月桃叶开心，我是乐乐。大家好，仿佛有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我非常非常的想念大家。慧玲，你怎么了？终于能够看到乐乐姐又回到月桃的舞台上，每天和我们在一起特别的开心。我们还有四位美女，她们也想。其实今天节目组我知道收到通知说乐姐要回来主持节目，我哭着喊着说我一定要来，然后我带了满柜子的化妆品就在那边送给乐姐。哟，这是你带来的？是，我就做主了。好的。哎，大家好，我是肖听。那今天呢，知道乐乐姐第一次回来做节目，我们确实是联合我们女版的 F4 在这里迎接乐姐，欢迎你。嗨，大家好，我是蔡珍妮。其实吧，我也没带什么，我就带了一颗赤子之心来欢迎乐姐你回来。我感受到了特别的热，所以今天。哇，西君，对，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对，我今天第一次来，好开心啊。乐姐好，我今天有带来礼物，是我刚刚发行的那个新专辑，然后叫《西君》，是一张翻唱邓丽君的一张翻唱专辑。谢谢西君的礼物。那其实今天呢，我觉得四位美女呢都在这儿呢，非常这个充满着诚意等着我，但是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来这儿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首先要考试一下大家。这个考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美女嘛，我想很多呢肯定都是有这种美女心经的，特别懂得怎么样保养自己，怎么样让自己更加美丽。所以今天呢要考验大家一下，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合格。我们专门请到了一位大帅哥考官，也是我们的美妆老师、美妆达人李明泽老师，欢迎。有请林老师。李明泽，米兰国际时装周最年轻的华人造型师，众多世界一线品牌特约美妆专家，号称肌肤魔法师。好，那么今天的刘老师一上来呢，就要首先要考验大家一下，那具体是考他们什么题目？那我要问一下大家，其实皮肤问题有很多，我们经常见到的像长痘痘啊、脂肪粒啊、松弛，这三大问题都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原因，我觉得脂肪粒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用的护肤品太过于油腻，所以导致皮肤，眼霜是吗？对啊，也会有一点油脂不平衡。然后我觉得吧，长痘痘就说明我们还青春着呀。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啦，年纪大啦，所以就会所有的肌肤问题都会展现。我自己觉得的话，因为可能工作很忙的关系，休息不好会影响很大，压力很大。对对对，细菌这样的工作量，然后可能一带妆带了很长的时间，一熬夜可能痘痘就轻而易举的就出来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啊。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所有的原因啊，都是这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好了以后，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呢？肯定呀。不见得。还不见得。那就是人品问题。去死吗？不是人品的，照顾好了还要长痘，那就是。其实呢，在我们护肤步骤里面有一个最基础的步骤，如果说你没有做好的话，就会把你的脸杀脸于无形之间，也就是我们的清洁卸妆了。哦，卸妆。对，你说卸妆没卸好会导致那三项是吗？没错，其实卸妆如果方法不对，或者用法不对，或者用错产品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皮肤问题，并不仅仅是我刚刚讲的这三个。开场的话题卸妆，一下就击中了现场女嘉宾的内心。既然卸妆问题上有两大伤害，动作伤害和选择伤害，那么卸妆的动作伤害究竟是什么呢？节目组也悄悄地在化妆间偷拍到了陆丽和蔡珍妮的卸妆过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究竟是如何卸妆的吧。我觉得我特别赞同珍妮的那个卸妆方法，因为平时我就是这么卸 的，因为我觉得眼睫毛啊、睫毛膏用那种什么眼部的那种水儿都卸不干净，其实、那个、一定卸不干净，很难卸，反而会让自己的眼睫毛就是掉很多，对不对？所以我就喜欢用油，因为油一下子就溶解了，对，然后我就是先卸眼睛，然后用油，然后再用其他的油卸整个脸，然后整个就像做了那个黑脸花，我全黑了，然后我就觉得啊，卸得好干净哦，对啊，黑的全部下来了。我觉得卸妆这个东西吧，只要你觉得你自己干净了，你就干净了。其实现在我会稍微用一些什么卸妆油，或者就是那种卸妆的，然后你放在脸上放个5分钟，它能搓出泥的那种。
我是这种特别方便。那我真是太羡慕他，因为我觉得我卸妆真的是太麻烦了，就从这个眼部的，然后再是全脸的，完了我还做一个清洁面膜，做完清洁面膜呢，然后再上面膜等等，我好累啊，卸一次妆。你每天卸妆多久啊？就是每次卸妆，反正我就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出来我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他这十八般武艺不仅是他卸妆很累，把皮肤也搞得非常累。嗯，但是卸妆不就是应该要多一点步骤，然后对自己的皮肤才会更好。他多勤劳啊，他一点都不懒。对啊、其实并不仅仅是要步骤多，还关键是要用对产品跟手法正确。如果你的力道牵拉过度的话，可能会造成你的胶原蛋白的断裂啊，然后皮肤表面出现小划痕啊等等一些状况。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手法一说。哎，我之前都是直接就用那个卸妆油在脸上这样揉搓。我也是这样卸妆啊，而且我会揉搓很严重，我觉得这样的话可以彻底清洁毛孔吗？这就是一种粗暴的卸妆方式。等一下，但是很干净啊，卸妆棉哪有粗暴，这叫更爱护自己。就是因为手很细腻，比那些棉都要细腻很多。 对吧？那我想分别问一下，就是我会拼命你们的卸妆手法是怎样的？我就是在脸上，然后那样揉揉揉，然后要不就这样擦。怎样揉？你的性格就是太粗暴了。你看细菌这么温柔，它一定会特别温柔的卸妆。细菌你怎么？请听正确示范。你看错了。我卸妆是眼睛和脸分开了，嗯，但是呢，对，这是对的哦。哦，好好好。但是呢，我脸可能还是会用卸妆棉，然后我用卸妆水，然后擦。虽然细菌讲啊，说它呢其实也挺粗暴的，那我就想，你看以细菌，看看到底有多粗暴。以细菌唱歌那么温柔吧，他粗暴也粗暴不到哪儿去。你看今天又来了细菌这么多粉丝是吧？有没有人想上台让细菌卸个妆的？哇，这需要哇这个很大的勇气。平常我们要说卸个妆什么的，打死都没有人愿意。虽然今天就是有细菌到场了，好像愿意的人挺多的。就是，来我们找细菌选一位吧。啊，这位是高奋勇的。嗯。哎呦，你知道让细菌来卸妆，就代表着将他的手来触摸你的脸。我为什么我说完这句话你们那么嗨？好吧，我们来看一看细菌平时在家里面是怎么样卸妆的。好，我平时卸妆先会卸眼睛，选这种水油的，然后来卸眼睛，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么的油腻。好，那你是用手呢还是用棉片呢？我会用那个卸妆棉。对，我好紧张。你给别人卸过妆吗，细菌？没有，从来没有过。这是你人生中的第一次。哎，好，没关系，随便卸。细菌是很小心啊，看起来。你看细菌多温柔啊，因为不是我自己的脸啊。睫毛膏有时候会比较重，就要按一下，这样子比较好卸，不会太用力。嗯。可是每次我也尝试这种按压，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呀。我觉得太慢，还是必须得搓，我觉得才有用。对，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会很痛啊。就每次我把自己揉得很痛，对他也不敢。我以前一开始卸妆的时候就是老卸不干净，老是就是卸完之后觉得自己很美，因为其实妆还在上面，看起来哎今天还不错。其实刚刚那个湿敷的动作，很多女孩会戴假睫毛嘛，这个湿敷的动作可以把那个胶软化，然后我们撕假睫毛的时候就不会把我们的睫毛拔下来。我都是直接撕的，所以你眼皮会松掉。一般其实就是用棉然后卸那个睫毛，完了之后用棉签卸眼线。细菌真的脸都快贴到别人脸上去了。我自己经常就是贴着镜子卸。卸了眼妆开始卸脸妆的。对，一般我眼妆就是用那两个工具就可以卸。哎，你刚刚用的是哪样产品？刚刚用的是那个水油的那个产品卸眼睛，完了之后就脸上会用那个卸妆水这样子。它这种水状的东西好像轻轻一抹，这个妆就凝下来了。而且细菌只卸半边。别人说好的另外半边是给别人李老师的。对，要给老师教我怎么卸用的。没有，我要跟细菌来 PK 卸妆。好，那你输了，因为无论细菌卸成什么样，这个粉丝都会说细菌卸得好。现在到重点部位唇部。细菌很小心，他卸唇也是留一半的唇给我。我要给你留一半的唇。OK， 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子了。OK 了，让我们看一看。查一下。
睫毛还挺干净的，但是上面你看眼影还残留在上面。嗯，在目测看来，就是细菌小心翼翼的卸妆之后，清洁度是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但是我们卸妆并不仅仅讲说是清洁度的问题，力道跟手法其实很重要。然后现在又由我来试试看，把这半张脸给卸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也同样用细菌刚刚使用过的这个水油分离的这个眼唇的卸妆品来进行一个眼唇的卸妆。唇部唇膏的那个色素附着力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分开用眼唇卸妆的来。所以嘴唇和眼睛是用一样的卸。对，卸妆的时候，我们的卸妆品的量一定要足够浸湿我们的化妆棉，但是又让它不滴下来的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刚刚细菌的那个动作很正确，就是把它轻轻地敷在我们的眼睛上面，让它湿敷个大概20到30秒的样子，这样确实是有助于我们卸除脸部的妆容。耶、yeah, ！我发现我做对了一步就好开心。第一步是对的，是吧？对。然后湿敷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把眼影先给擦一下。然后睫毛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一根棉签来搭配我们的卸妆液。这个刚刚细菌也有用到。对。棉签卸妆哈。由内往外的方向，这样轻轻的把眼线给擦掉，把睫毛根部的眼线液擦掉以后，我们第二天就不会有黑黑的眼屎啦。睫毛我们往上看，如果说有下睫毛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张棉片，刚刚湿湿的棉片垫在我们的睫毛下方，然后再用棉签这样轻轻的刮，这样我们卸睫毛的时候就不会把睫毛膏弄得满脸都是，其实脏东西就在这个上面了。然后上睫毛呢，其实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个卸妆棉垫在我们的眼皮上方，睁开眼睛往下看，然后轻轻的这样往上刮我们的睫毛膏。对，这样我们的睫毛膏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卸除干净，而且不会把我们的眼睛弄脏。然后最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片卸妆棉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再用一片，再做一个眼部整体的一个清洁，把刚刚残留在眼周的一些脏东西把它擦掉。注意手法哟，注意手法。手法一定要轻，因为如果我们力道太重的话，因为眼周肌肤本来就比较脆弱的，就可能会留下一些小划痕呐、看不见的小伤口，它愈合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粒。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舍得用卸妆产品。如果你倒少了吧，你再怎么轻，你再怎么它都卸不下来，是吧？对，而且说到重点了，其实很多女生就是觉得舍不得，对，一点点，然后就要使劲的去搓才能够搓掉。眼部的卸妆就基本完成了，下面就是面部的。刚刚细菌用的是卸妆水，那我同样也用卸妆水来进行一个卸妆。其实除了卸妆水之外，很多女孩也会用卸妆油嘛，对不对？如果你用的是卸妆油的话，一定要干手干脸去操作，让卸妆油在油脂的情况下把我们的油脂还有粉底啊妆容全部溶解出来以后，再用清水去洗脸，把我们的卸妆油乳化带走。那用卸妆水的话呢，方法也是很简单，一定要让卸妆棉满满的沾满卸妆水，然后顺着毛孔的方向。老师，如果逆着的话，是不是就把那些脏东西搓进毛孔里了？一个是搓进毛孔里，再有它牵拉皮肤，会造成皮肤的一些小损伤。松弛。然后把脸部妆容卸掉了以后呢，我们的唇部，刚刚其实用的是这款卸妆水，对，其实是应该用我们眼唇卸妆油来进行一个唇部的卸妆，而且方法也有讲究。卸唇部呢，经常人就这样一擦，往旁边这样一擦就觉得可以了，其实这样的方法会让我们的唇纹变深，包括唇色也会变深。这个跟唇色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唇色我们经常这样刺激它的时候，这样刺激的时候，我们的血液循环会遭到一些破坏。哦，天哪！稍微张开一点嘴，然后从外往里的方式轻轻的这样擦，基本上把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卸在我们的棉片上之后，再用背面轻轻的往旁边这样带一下，我们的唇部就已经很干净了。这位粉丝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哪边更干净？左边。不要说假话，明明就是。我觉得都挺干净的，都挺干净的。但是左边更干净。因为左边有爱心嘛。那你觉得老师哪个地方跟你特别不一样，你要学习的？我觉得我可能要学习那个卸嘴唇。对，我也是跟老师说那种特别错误的，容易擦。因为我觉得嘴唇没所谓啊，反正那么小面积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今天也学习到为什么我们平时卸妆要用两种产品呢？不要觉得去忽视它，因为刚才老师也说了，我们的眼部和唇部它的化妆品的附着力是非常强的。对。也许你用脸部的卸妆液是没办法
把它卸得很干净的，所以一定要区别开来。谢谢，谢谢这位粉丝。谢谢你，谢谢。也谢谢西君，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女 F 四们。刚才你们的考试基本上没有及格，我觉得西君好一点点。萧听呢，虽然说一大趴拉，但是没有具体。那刚才老师也讲了那么多，你们有没有学习到？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我觉得我刚才非常受益匪浅。首先第一点，我就是终于知道唇部要怎么卸了。以前我的唇部的这个唇彩都是靠吃进去的。有的人做过统计，你知道吗？女性一生中要吃掉50公斤的口红，她可能多可怕，贡献了很多。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复杂、很专业的过程。不同的材质要配不同的手法。不同的手法要配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品要配不同的肤质，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择了。所以真的是要拿出热情来对我们的脸。嗯，来，蔡珍妮，如果你也听懂了，也许就所有人都觉得他有一点一头雾水的感觉。没有，我听懂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实在对我来说有点复杂，我只能在我原先的手法上加以改进吧。卸妆原来这么伤脂，动作伤害。很多爱美的美眉几乎每天都会进行卸妆，一旦动作错误，长久以往就会造成面部肌肤的负担与伤害。首先，卸妆一定要眼唇部和脸部分开来操作，不可以用手直接进行揉搓，眼睛部位更要使用棉棒轻轻擦拭，不要因为动作过猛擦伤眼部肌肤，避免长此以往而产生脂肪粒。唇部卸妆要由外向里方向擦拭，可避免产生唇部的暗沉。脸部记住要顺着毛孔方向自上而下由里往外操作进行，这样可以避免脸部肌肤的胶原蛋白层断裂。最后要终结卸妆带来的动作伤害，还要区别好不同卸妆产品材质所需要的不同手法。使用卸妆油的时候一定要用不沾水的干手进行操作，这样不会因为产品乳化而影响卸妆效果。使用卸妆水的时候则建议配合卸妆棉，比起用手会有更好的卸妆效果。那还有一些新型的卸妆材质需要配合怎样的手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卸妆产品的新宠卸妆凝胶又有怎样的特点，应该如何使用。凝胶呢，我只在一些比如说烫伤膏啊，对，还有那个芦荟凝胶上面有使用过。没有想象过凝胶也可以卸妆，对呀、啊。那现在我就推荐一款新的产品，就是我们柚子社的卸洗凝胶，它是卸洗二合一，只要一步就可以完成了。老师，你先让我感受一下它凝胶的质地，这个我们都好好奇哦，真的像那个芦荟凝胶一样，你看，就像水，我们都可以来试试看。透明，觉得特别湿润，你知道吗？对呀、啊，就感觉像保湿霜。清爽的质地很重要，但是卸妆效果怎么样是最根本的，对不 对？大家去专柜买卸妆品的时候，一般那些专柜小姐都是怎样让你来证明它的清洁度？就在手背上擦拭啊，就是我们先这样，画一个那个防水睫毛膏，然后在手上，然后再卸。在手背上，对不对？对呀、啊。其实这种方法呢是不能够测试出它的清洁力的啊，因为手背的皮肤非常的光滑，没有办法模拟我们比如说一些细纹啊、皱纹啊这样的状况。其实最好的地方是我们的手掌，大家看看自己的手掌，手掌上面有非常多的纹路，深的、浅的，就用我们的防水眼线笔，然后这样轻轻的一道。画在我们的手心，来。哦，我们来试验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眼线产品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皱纹中间了。然后怎么来试呢？就用我们的棉片沾上我们的卸妆产品，然后在我们刚刚画过眼线的这个手掌心呢，进行一下擦拭，按摩擦拭，然后看看它的那个溶解效果如何。你看我擦了一会儿呢，没了，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且刚才那个眼线非常粗，对吧？对。而且画的也特别重。对。现在都干净了，是不是？你看我们脸上画那么浓的妆，那么厚的粉底，到底能不能够卸得很干净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一个模特好不好？来，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对这个模特进行卸妆。卸妆之后呢，我们再来检测，用这个凝胶。好，方法很简单，只要在我们的需要卸妆的这一侧脸上涂抹上足量的卸妆凝胶，我们的洗卸凝胶。在家里面如果是有温热的毛巾的话，在涂上了我们的凝胶之后，应该是用湿的温热毛巾捂住我们的脸，
大概30秒之后，把我们的毛巾拿下来，就能看到整个妆容贴在我们的毛巾上面。哦，这个凝胶就不用再先在棉片上，然后再这样擦拭吗？不需要，直接涂抹在我们的脸上就可以。哦，这个倒是很方便啊。然后我们这里就用我们的湿棉片来代替我们的毛巾，来把它贴在脸上。不需要你过多的按摩它，不需要揉搓它，大概过30秒钟，把毛巾揭下来，整个妆容就贴在了我们的毛巾上面。这个产品的方便就是不会手法，我们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对，不需要太过多的揉搓。就特别适合刚才这几个懒女生，不太会手法的。其实好多女生说我在按摩脸部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很重啊，我也感觉不到痛啊，但实际上这种是无痛的伤害，就过度的牵拉，你的胶原蛋白就断裂了。好，30秒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棉片轻轻的揭下来。然后妆容就已经贴在这个上面了。我看一看棉片，我看一看棉片，快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棉片上面全部都是粉底。都是粉底。来，我给这边的细菌看看，就吸下来了。陆丽，感觉怎么样？恶心吧？并没有使劲儿，没有用力哈。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嘉宾试一下，好吧？把这个眼线笔都给他们。而且就买一瓶就好了，而且不知道方法也没关系啊，也不会伤害到。不好意思，用手吸。没错，然后在家里呢，完成这样的步骤之后，再用清水清洗我们的面部就可以了。谢谢那位模特。那除了卸妆效果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清水性很重要。嗯，如果清水性好的话，我们把这个产品挤到清水里面，搅和它以后，它不会变成一个水油分离的状况，或者是有沉淀的状况，它应该是完全溶于水的。好，我们来试试看啊。哦，这个才这种卸妆，我挤非常多的进去，能够看到现在在底下，现在底下有一根啊，好像水母啊。我现在搅它一下，看它会不会溶解在水里面。其实这个实验，我觉得就证明一下，它会不会被我们的水快速带走。没错，因为只有溶解了，我们才能够清洗干净，对吧？现在来看一下，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杯水。哦，一般呢，我们的理解是油是不能溶于水的吧？对呀、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卸妆油好不好？好的卸妆油呢，它其实除了很好的清洁力之外，就是需要它有很好的乳化效果，这样才不会残留在我们的脸上。来看一下，我们把它挤入，立马就出现了乳化的过程。我们再搅一下，就完全溶，就完全乳化在里面了，没有出现水油分离的状况或者沉淀的状况，那这样的卸妆产品就是过关的。这款卸妆油也可以哈，这个好厉害。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膏好不好？卸妆膏啊，卸妆膏。我们用。所以我们出去买产品，好的产品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验方法。首先看它溶不溶于水，这个是基本的方法。对，一坨应该不可能溶解于水。然后这个看它能不能很好的乳化。也可以的，但是它比较慢了，它需要一点时间。这个就需要我们在清洁的时候多用一点清水清洁。那是不是这个材质就是膏它的容量类型决定的呢？这是产品的质量决定的。哦。然后现在看就有一些漂浮物。啊，上面一直飘在上面的。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清水性很好，然后能够非常容易乳化的产品，才能够很好的做到清洁。现在呢有那么多了，有卸妆水啊、卸妆油啊、卸妆膏啊、卸妆磨砂啊、卸妆凝胶，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它们呢？先问一下我们几位女生，你们会怎么选？我目前是用那个卸妆水。你知道你的皮肤状况吗？我不知道。你觉得自己皮肤是什么状况？你为什么选卸妆水？我觉得卸妆水，因为我其实很害怕油腻的，就是我自己的习惯，对，怕那个油腻的感觉，所以我会选择比较清爽的。像水和卸妆油，其实是不是要根据不同的肤质来选择，还是说其实都可以，只是看你自己个人习惯。其实如果是比较油质的皮肤，比较容易出油的皮肤的话，我是建议用卸妆油来卸，以油卸油的话，能够更好的把油脂清除掉。哦，反而要用油性的产品啊。很多人觉得我已经很油了。皮肤是干的呢，干燥的皮肤的话就要用滋润一些的卸妆产品。其实如果你不是敏感性肌肤的话呢，那你的选择就会比敏感肌肤要多非常多，就要根据自己的肤质跟要求跟需求来选择我们的化妆品就好了。好像陆丽你的皮肤是比较的有一点敏感，对吗？对，我觉得我的皮肤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办法给它下定义，因为真的市面上所有的卸妆包括卸妆油卸妆水我都尝试过，买回来之后总是会出现一些肌肤问题，比如说就会红红的，要不然就会觉得说还会长一些痘痘啊之类的，我就不知道是我的肤质的问题，还是因为要挑选合适的、正确的这个卸妆产品。那听起来讲，陆丽的这种皮肤状况，应该就是我们讲的敏感肤质了，对不对？对啊，
就可能有的时候你卸完妆了以后脸上会出现红红的或者辣辣的感觉。意思是说皮肤比较好是吧？谢谢老师。敏感皮肤比较金贵，对，因为不同的皮肤它的耐受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敏感肤质，也是一定要选择比较安全的、比较无刺激的产品。那无添加的产品就非常适合我们这一类敏感肤质。嗯，而且说起来好像我知道，就是无添加的东西是孕妇都可以用的，就是非常安全的。就孕妇就只能用无添加的化妆品。现在女性不能做到一怀孕了就不用任何护肤品的。没错没错，其实无添加这个概念呢，它对于孕妇来讲就是绝对安全的，就是包括哺乳期的妇女，她同样也可以使用无添加。卸妆原来这么伤脂，选择伤害。不同的肤质面对琳琅满目的卸妆产品，选不对就可能造成清洁不彻底而引起痘痘、脂肪粒甚至过敏等各种皮肤问题。一般来说，油性皮肤更推荐选择卸妆油的材质，以油攻油更有效，而干性皮肤则要注意卸妆产品的滋润性，敏感性皮肤就要特别睁大眼睛啦，一定要找到真正的不刺激的卸妆产品，孕妇就只能使用无添加产品。那我想问一下，考一下在座的各位还有两位主持人，什么样的产品叫做无添加，在你们的概念里面？太容易了呀，这好容易，肯定是无酒精、没有酒精、无防腐剂、色素啊，不是，那是食品吧？有机本草什么的，我感觉就是纯天然的，本草纯天然的。然后包括一般化妆品都会说到不要有铅和汞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就纯植物提炼，应该就是了，对，无添加。对，细菌觉得呢？我好少标准的，我就觉得没有香精、没有酒精就可以。那你怎么评价它是不是没香精、没酒精？对，怎么你在选择的时候闻起来没有味道哎。还有一个可以没有酒精，你知道吗？就是放到眼睛周围，你知道眼睛会熏到，会辣。哦，对，我们讲的一闻二熏嘛。其实无添加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日本的 Fanco 提出的一个对化妆品的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就是说起码的不含铅汞，因为这是刺激性的重金属元素，然后不含防腐剂，而且我们讲所有无添加的产品它是绝对不能含表面活性剂的。那表面活性剂，这个表面活性剂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损伤呢？我们都不太清楚。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其实表面活性剂到底是什么，它是在很多清洁类用品里面都会常用的一个化学成分，像比如说我们的洗衣粉、我们的洗洁精，然后经常说洗洁精伤手嘛，对不对？对，很伤手。其实罪魁祸首就是这个表面活性剂。那在很多洗脸的产品，像洗面奶啊这类产品里面，也会少量的添加一些表面活性剂来增加，必须有它才能够洗干净啊，对吧？起泡啊这样的状况。但是这个东西长此以往，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刺激的。其实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含酒精啦，不能含激素啦，还有100多种不能含的东西。所以现在市面上那种纯无添加产品好像特别特别的少，很多人用这个概念，但不见得真正做到无添加。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产品是不是它写了无添加就真正是无添加？你就需要去判断它包装是怎么包装。所有无添加的产品它不可能是这种开盖式的，因为它会要避免产品跟空气的二次接触。那封闭性好的，对，封闭性好，像这款产品它是挤压式的，而且它跟普通的挤压还不太一样哦。大家看一下，它是密闭式的无回流的挤压方式。什么叫无回流？就是挤的时候它不会回流到瓶身里面去，就避免了二次的污染。那我们判断，如果说什么样的产品它是这样开盖式的设计，还说是无添加的话，那就绝对是不可能的了。那你像这款产品，它说怎么来保存它的时间呢？因为是化妆品嘛，不可能一天就整个用完。那在研究的时候呢，我们的科学家在将近30种水果里面进行研究，进行寻找，最后发现柚子里面有一种成分，柚子皮儿我们剥开了以后有一个非常刺鼻的一个柚子味儿，熏眼睛的那个东西，其实叫做柚带，它就是最天然的天然防腐剂了。哦，有，小时候我们都会把那个柚子呢剥出来之后呢，柚子壳整个就留下来，然后把东西放在里面，真的是好像不容易损坏，对，不容易腐坏，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哦，所以这就是天然的这个防腐剂，这个就很好的利用到我们的化妆品里面了。没错，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好的保护。就即便我们的身体是不太好，或者是女生在特殊时期，然后不能够接触敏感物质的时候，都可以用它，是非常安全的。除了无添加成分之外呢，我们在选择化妆品或者是护肤品的时候，还要评判一下它的酸碱度。
看看它的酸碱度是否安全。嗯，因为我们正常肌肤、健康肌肤的酸碱度是5.5到6之间，也就是呈弱酸性。在 pH 试纸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试验。这杯水呢，就刚刚我们溶解了这款卸妆产品的一杯水了。我们直接把 pH 试纸蘸上一滴水，看看它的颜色是怎样变化。老师，它如果它的颜色变化正好是在那个酸碱度平衡的中间，就是表示适用任何肤质吗？不管干性油性。这说明它是没有刺激性。哦。看一下现在 pH 试纸上面的颜色显示的颜色跟我们的对照表上面，5到6之间，是不是？是黄色的，说明说它的 pH 值是非常适合我们健康肌肤的5.5到6.0的 pH 值。我又忍不住想测一下其他的。好啊好啊，我们找一款油之类的试一下。这个好不好？就我们刚刚试过的。好，我们蘸一下。哎，发绿了。对，它绿很多。比较绿了，比较绿的话，我们看一下它在 pH 试纸上面是已经接近7跟8之间了。嗯，你看是有不同的，大家也就是开始呈碱性了，所以正长期使用是会加速皮肤的老化，细纹的产生。无添加类的产品就是温和无刺激的保证了，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表面活性剂，不添加色素和香精类的卸妆产品，能够适合所有人群使用，在卸妆干净彻底的同时，也能够保障肌肤的安全无刺激了。这也是怀有宝宝的准辣妈们的最佳选择。卸妆两大商，我们都在现场一一攻克。关于卸妆，场外的达人课堂小 P 老师还有薪水小贴士，我们赶紧一起来分享。Hello， 各位湖南卫视越淘越开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P。其实我觉得卸妆产品呢，不一定要选择卸妆能力最强的，一定要挑选适合你平常这个卸除你脸上的这些彩妆品足够的就好了。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要选一个卸妆能力最强的最好，但其实往往在这个卸的能力最强的时候呢，其实有可能也会把你脸上本来的一些天生的油脂跟水分给带走。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你平常上妆的这个浓淡的程度，比如说你要是去派对，或者说你习惯在上妆的时候呢会比较浓，颜色会比较多的话，那你就用卸妆油。因为油性的这个卸妆产品呢，它可以用油来溶掉脸上这个彩妆的这个特性，很快速的把我们一些比较彩度高比较浓的彩妆就可以一次性的带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皮肤比较敏感的女生，这时候呢卸妆油可能就不是最适合你的，你就可以选择一些卸妆霜。因为卸妆霜呢，它这个清洁跟卸妆的这个能力它可能温和一点，那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皮肤，或者是说你平常并不会化很浓的彩妆的女生呢，卸妆霜反而是你最佳的一个首选。比如说学生，或者是说在我们穿着比较休闲的假日，你可能不会上彩妆，但是你会涂一些防晒霜或者是 BB 霜的话呢，我就会建议大家你可以用卸妆水。因为卸妆水呢，一方面它非常温和，而且它清洁的能力呢也不会太弱，所以它可以把我们脸上的一些负担的，比如说防晒霜或者说比较轻薄的 BB 霜就可以卸除走。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慎选适合你自己的这个彩妆条件的卸除的产品，不要说一昧的选择就是卸妆能力最强的你就去购买它。先说到敏感性的肌肤，有很多人会觉得敏感性的肌肤我好像就选择植物的天然的成分就是最安全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敏感性皮肤的女生呢，你有可能就是对某一种植物成分就会过敏。所以如果你是敏感性的肌肤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在选择保养品或是卸妆产品的时候，你要尽量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成分表。这个成分表呢，它越简单，成分越单纯，对你来说呢就越容易降低敏感的这个成因。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我看后面的成分表觉得哇有好多好多的成分我就觉得赚到了，那如果你是敏感性的皮肤，反而这些成分表越简单对你来说是越适合的。
其实有很多的孕妇朋友呢会一直在纠结，我到底能不能化妆，到底能不能卸妆，到底能不能擦护肤品。那在这边要告诉大家，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在选择的产品上面要相对来说谨慎一些。那你在选择的保养品也好，彩妆品也好，尽量的这个成分单纯一点，也单一一点，你尽量选择就是比如说保湿的功能就 OK 了。那像抗老的啊，或是美白的、淡斑的这类型的保养品呢，你就暂时先停用，你可以等到生完小宝宝之后再来做这个后面的这些保养。当然如果你是真的有这些需求的话呢，我们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专门为的妈妈设计的一些护肤品，它是在怀孕的时期也可以用的，但是你一定要慎选，就是如果是有专门标出来的，可能在成分上面就会温和一些，对你的小宝宝，对你的身体也不会有太大的刺激，那就是可以安心的使用了。我们刚刚说到了，其实这个底妆的遮瑕度跟它的轻薄程度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冲突。如果你想要你的底妆又轻薄，同时又可以修饰你脸上一些小小的瑕疵的话呢，大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想象中也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修容的效果呢，它是用遮盖力，所以相对来说，它涂到脸上之后呢，它的厚度一定会把你原本肌肤的一些光光泽感给遮住。但是现在呢，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底妆产品，它是利用光泽感把我们脸上的一些肤色不均匀的困扰，还有你一些小小的痘印的这个问题，它可以透过光线的反射就把你脸上的小瑕疵隐形起来了。那这类型的底妆产品呢，它就不会有太厚重的困扰。那我们平常在选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在商场里面或是我们在试用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这个手腕的内侧有血管的地方，你可以把你挑选中的这个底妆产品轻轻的用拍打的方式拍到我们的血管上面。如果呢轻轻的拍打几下之后呢，它可以把我们的血管遮盖住的话呢，代表这一款底妆产品呢，它可以把你的黑眼圈、眼睛下缘的一些血管暗沉的黑眼圈给遮盖住。那如果你脸上是有一些小干燥的这个干纹想要修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手掌大拇指下方这边会有很多的横纹的区域呢，一样把你自己的这款底妆产品轻轻的在你的这个有横纹的地方画圈圈的涂抹方式，看看呢这一款这个底妆产品它能不能够透过你画圈圈的方式把你这些小小的横纹都给隐藏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呢，就代表你脸上有一些干燥的小细纹，这一款底妆产品呢它的粉质是够细的，可以把你的小干纹给隐藏起来。如果通过了刚刚两个实验跟两个测验都已经达到你觉得很 OK， 那最好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呢，你可以把你半边的脸颊的地方的底妆先卸掉，然后再测试一下这一款底妆产品呢它的色泽跟你的肌肤是不是达到一个统一的状态。如果三个这个步骤都通过的话呢，那这一款就是非常值得你购买的底妆产品了。卸妆 point 已经面面俱到，上妆同样马虎不得。听完选择理论，更由李明泽老师手把手教你打造冬日滋润裸妆。在冬日里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 party 需要浓妆艳抹，但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清新滋润通透的妆容。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如何来打造一个通透滋润的冬日清新裸妆了。那在冬季呢，妆容的保湿性就要求非常高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推荐一款来自柚子社的 CC 霜。那这款产品跟普通的底妆产品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它不仅能够均匀我们的肤色，遮瑕我们的瑕疵，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的补水，锁住水分，而且这款产品还是无添加的产品，非常的适合我们敏感性的肌肤使用。我们现在就要试试看这款产品在脸上的滋润效果到底如何。那在上妆之前呢，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位美眉现在皮肤的含水度到底是多少。现在是36.3的含水量，稍微是有一点点干燥。那我们看一下待会儿底妆上去以后含水度有没有一个变化。很多女孩在涂抹底妆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我这里有一个小痘痘，那里有个小瑕疵，然后为了遮住这些小瑕疵呢，我就特别厚的上底妆，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大浓妆。其实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追求的是一个裸妆无妆胜有妆的一个底妆效果，所以说底妆一定要轻薄通透。我们可以看一下已经涂抹完我们产品的地方，肤色是非常的均匀的。
但是我们额头的地方像这块还没有涂到的话，就会显示一个比较暗沉的状况。好，在完成了底妆之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看看跟刚才的结果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立马就提升了十几个百分点，现在是44.1%的含水度，说明它的保湿效果跟补水效果是非常的好。为了追求我们通透自然的底妆效果呢，其实我建议在完成了这样一个底妆之后，就不需要用定妆产品再去一个整脸的定妆，那反倒会让皮肤变得干燥跟紧绷。那打造一个裸妆效果呢，我会选择一些大地色系的眼影，只要沿着我们的睫毛根部用眼影轻轻地往上晕染，范围不要太大。完成了上眼影呢，我们下眼影可以来一点点，把我们的眼睛变大。如果晕染的深度太深或者范围太大，就会妆感太强，所以说千万要做到自然。现在我们使用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眼线刷头的一个三个叉的眼线产品，只要轻轻的在睫毛根部用点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线点上去就可以了，让人看起来好像就是我有非常浓郁的睫毛线，但是又没有非常明显的眼线。在眼尾处呢，可以用我们这个产品微微的把眼型拉长，同样也是用点的方式，这样我们的眼线就完成了，非常的简单。其实如果要加强我们的下眼线的话，同样也是用点的方式，在我们的睫毛根部轻轻的点上一点点，我们下睫毛就变得浓郁了。好，直接用睫毛膏轻轻的轻刷我们的睫毛，因为我们是裸妆嘛，就不用把睫毛弄得太过浓密太过纤长，那就太假了。在下睫毛涂抹睫毛膏呢，有助于增大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变圆变大。那看一下对比效果，这边其实仍然非常的自然，但是呢我们的眼睛就是有变大变圆。完成了我们的眼妆之后呢，最后就需要我们的用腮红给皮肤带来一点点的好气色，用拍的方式拍在我们苹果肌的地方就可以了。唇部呢，我们在滋润了以后，选择一款比较自然颜色的唇彩，从我们的唇部中间轻轻地往两边涂开，就有一种水嘟嘟的感觉，但是又没有太多的妆感。完成这一步，我们自然裸妆就大功告成了。我们这一款 CC 霜呢，有非常好的保湿效果，但是呢，我们又很担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油脂成分，会给皮肤带来负担。那我们做一个小实验，看它到底有没有油脂成分。我现在就用一个吸油纸来吸附在我们额头上最容易出油的地方，看看到底有没有油脂出现。我按压了以后依然是非常的干爽，说明我们的 CC 霜是非常的清爽，不含油脂，就不用担心会因此而长痘啊，出现脂肪粒的状况。所以说我们要打造一款冬日的滋润裸妆呢，重点就是在于选择一款清透滋润有很好保湿效果的底妆产品。Hello， 各位越淘越开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慧琳。今天呢，慧琳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因为呢，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心中的女神，也是很多女孩子希望变得像她一样漂亮的，那就是林志玲小姐，欢迎。慧琳你好。啊，好看。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们越淘越开心节目就是一个来关注女性时尚变漂亮的节目。变漂亮的节目，那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些美丽秘密。好啊，就每个女孩子都希望在漂亮上妆的同时可以保养。那这种七分养生三分妆的概念我觉得非常好，你就不会担心说自己的肌肤有很大很重的负荷。而且我觉得之前大家都现在开始找那种BB 霜，可是很多时候都会感觉说 BB 霜它可能为了遮瑕效果，那就感觉会皮肤特别的干。我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吗？平时其实我自己用 BB 霜，但我市场上太多，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去选。你是怎么来挑选市场上众多品牌的 BB 霜的？我自己觉得能够保湿效果很重要。那大概当然大家现在也很喜欢美白，那还是就是又有保湿又有可以美白，那当然适度的遮瑕我觉得也是非常足够的。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刚刚一直讲到说化妆的时候边做保养多好，你一天卸完妆你就会觉得自己还是还蛮很漂亮这样。因为你说到保湿，我就在想这个 BB 霜的保湿度包括像美白遮瑕，那我觉得是因为你皮肤太好了，你皮肤也很好就所以你不会担心那些，比如说普通人担心，我们生活在北方会觉得 BB 霜好像它的遮瑕度不够，真的会有。就是女孩子不要一直想着说我要用很多的妆容盖掉，因为那你就缺乏
自己的那种可以透明或是可以简单干净真实的美、嗯、其实我们只是要修饰不是遮瑕、哦、所以当然基础还是要把皮肤照顾好很重要，就基本的每天的卸妆啊保养啊保湿很重要、嗯、所以现在强调的是说在化妆的同时也兼做保养的功能。那生活中如果不是今天来参加活动、嗯、志玲姐姐会化妆？我平常其实是个喜欢素颜的，什么都不脱、哦、怎么说，可能因为工作时间其实太长，嗯，对，所以能够让肌肤呼吸的时候你就要让它呼吸。哦、嗯、对、嗯、那志玲姐姐涂 BB 霜的方式是怎么涂的？嗯，我自己我喜欢用拍打的方式，就可能先旋转以后然后拍打进肌肤里，那你很明显可以看到像我现在手上这皮肤的颜色已经这一块是比较带有一些美白的感觉、嗯、然后肌肤也颜色也比较均匀，那这块颜色就比较暗沉，所以其实我也会偷偷的有时候在身上希望它比较身体的颜色比较漂亮的时候也会、哦、身体也可以用，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如果大家不觉得浪费的话就身体一起做保养。对，女孩子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脖子也很重要，当你在化妆的时候可能脸这边都上点啊、哦，脖子身体锁骨的部分，对，其实就会整个线条是好看的。这个小秘密我喜欢、嗯、对，所以你看啊，像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她可能擦了保养品然后可能保养品的质材嗯有点胶状或什么，当你用旋转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打得不透，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是用手指，当然一定要洗干净，然后用指腹的地方，然后 用这两个方式是吗？嗯，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为什么同样是拍打你拍完就那么好，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对，所以这样子你就会看到它非常非常的服帖，就没有感觉说你好像喝上了一层厚厚的粉底。哦、oh. 嗯，平常的妆就像你讲说如果素颜有时候想要有点化那种淡淡的好气色的妆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个女孩子都可以很快速的5到10分钟一定可以完成。对，不要花太久的时间。你自己化妆最快的这一路是多少？我最快的我有一个功夫呢，嗯，小学就是我很喜欢在车上化妆。对，不会是那个车万一要是一个急刹车会捅到的？很厉害，我还可以刷睫毛，然后一切眼线都可以在车上完成，所以有时候就可能就是为了小小赖床的10分钟，然后觉得啊我出门了东西带着，那就是在途中车子移动的当中然后完成该有的妆容、嗯、所以快的话也是在5到10分钟。特别赞同你说7分靠养3分靠妆。对，所以保养的工作平时这人姐姐怎么做的？保养的工作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说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要运动。那你有时间运动吗？那么忙？有为什么想了很久然后有因为我前阵子在想说啊，确实时间少，然后你就会开始有一些借口说嗯，什么事情不能做，嗯，那可是我真的觉得时间是要自己找出来的。对，所以能够的话你知道这个是个好的习惯，就譬如现在看电视的朋友们，你就可以在电视机前然后不要这样懒懒的，大家都是这样懒懒的、哎、看电视当时躺着看了。对，你就可以做一些运动。您看现在吗？就现在正在看电视的也能做运动。现在看电视的譬如说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家里可能有呼啦圈啊、嗯、然后或是你站着可以做一些抬腿的运动啊，或者很简单的腹式呼吸法，这些你都可以做。那我也会啦，我平常也会就是躺着觉得哇可以懒散的时候这种感觉也很大很开心。对，可是你每天如果让自己能够有那20-30分钟是自己比较积极的去做一些运动，我觉得就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嗯，然后心情很重要。嗯，不快乐的时候我觉得人都不会光彩。听说你不快乐的时候会去吃东西、嗯、我有个坏习惯就是暴饮暴食、嗯、然后大家不要学，那算是发泄情绪吧。嗯、对不起我有点贪心、嗯、你看聊了这个皮肤保养、嗯、聊了 BB 霜、嗯、我还想请说再想知道头发怎么样变漂亮。头发怎么样变漂亮？原谅我问题太多。没问题
还是勤做护发。嗯，因为我常常做造型这样子，所以大概只要洗头发的时候，我都会在浴室充满蒸汽的时候涂上这个护发沫。嗯，然后让它至少停个5到10分钟，然后能够时间长一点点的话，那你一定会感受到这个效果的。我好喜欢形容那个场景，浴室充满蒸汽的时候。然后通常洗发沫，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就是想说啊好麻烦啊，其实当你把这个当作是宠爱自己一个的方式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段时间其实很快乐。所以你每天要有时间运动，要有时间在蒸汽里边保养头发，还有保养皮肤。对，所以其他时间就会寻求简单。就我原来还想志玲姐姐一定是生活非常细致，化妆一定是在家花很久才会出门。嗯，但你可以5分钟在路上化，那衣服怎么办？怎么穿衣搭配啊？那也是在车上，不能在车上换衣服，不能在车上，对，好危险。就是也不能更负担。对，我觉得看你自己一定会很知道自己喜欢的 style。嗯，所以工作的话，我大概就是可能比较 casual， 然后或者我还蛮喜欢穿裙子的。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时候，其实很快速，不会说啊在衣柜想很久，说今天是什么造型、什么打扮，其实不会。年末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管是你刚刚讲的是这种派对啊，我觉得其实像你今天，我觉得就很好，是个为大家志玲姐姐的夸奖，非常好的示范。对，但是我刚下飞机，我们导演还说为什么我穿了一身黑就进来了。不会不会，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有设计然后简单的黑洋装是每个女孩子的衣柜里一定要必备的，然后你自己穿起来觉得舒服，然后又适合不同的场合。嗯，那因为就像你刚刚讲说，有时候大家想说我为了造型而造型，然后就是可能拼凑一些我平常根本不太适合的，然后也不习惯，可能你反而在那个 party 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对，那反而不好。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然后像你这样，你真的很甜美，然后、谢谢志玲姐姐，所以就很适合你。你给了我好大的鼓励，就我再出去再也不要认识我一身黑，还想请教一下，你看，包括志玲姐姐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我真的是觉得会很辛苦，你怎么来平衡这么多的工作和你自己的生活？每个工作真的都有它的苦，对不对？我也会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工作量好大，我能不能够负荷？或是觉得说，哇，我可不可以偷偷现在逃离开所有一切？如果大家找不到我的话，就一定会有那个时刻。所以就像你讲说，平衡很重要。嗯，对，所以我觉得，一个自己能够拥有健康的心态很重要。你知道自己现在做什么事，面对什么事情，需要对什么哪些事情负责。嗯，那其他的时候能够让自己在一个人的环境下好好的放松。对，所以就是找一个 balance 生活的平衡点。嗯，对。所以你觉得什么样的放松减压方式是你比较推荐的？除了一个人待着，我一个人待着，我喜欢旅行啊，旅行我喜欢。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你也可以选择和女生朋友一起的时候很好玩哦，就姐妹淘。对，那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话，我觉得和情人一起旅行，那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时间，我就会透过旅行让自己完完全全的稍微可以享受那种好简单的自在的快乐。嗯，你刚说你是古代人，那你平时会选择网购吗？嗯，还是会的。可是呢，我的网购的话会交给我的 buyer， 他会帮你来购吗？对，因为我自己呢会有一种平常完全没有时间买东西，如果看到网络上，我会觉得这是太神奇的世界了，好有趣哦，然后什么都很想买，你必须有一个人要帮你做那个纠察队，帮你审核一下，对，不然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会一天晚上疯狂的，所以不可以被允许这件事情。所以是他帮你买，还是你自己有买过？自己也会有，你也网购的经验？自己也会，就是喜欢的东西可能是哪一类的？也有过饰品类，也有过书，其实都会有呀。因为我们嗨淘也是一个网站，也是专门卖女性的一些是对美丽的东西。对对，什么区你也不方便逛街吗？对，因为不太方便，时间又比较少。
所以那你平时是怎么买东西呢？我平时也是大概都是出国工作的时候，然后如果能够有机会有个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会觉得很快乐，就会在那几个小时的时间将这一季需要购买的东西买齐，一下子都买齐了。这也真是只有特别忙的人就必须要抽时间来。但我觉得志玲姐姐还是那种把一切都从简，化妆也从简，保养也从简，生活也从简，也是我学习到的。我觉得简单生活很重要。其实我们也想送给志玲姐姐的寄语是不要太辛苦，要照顾好自己，多跟我们分享。好的，谢谢，谢谢你。谢谢，要加油哦。Hello， 我是志玲，我要送给大家的美丽寄语是，想要拥有一个漂亮的好心情的话，一定要从喜欢自己开始，喜欢自己，爱惜自己，疼爱自己，当然很重要的是找到最对的保养方式。那不要懒惰哦，我们要勤做运动，然后选择对的保养品，我觉得你也会拥有一个快乐美丽的好心情。谢谢，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李老师教会我们那么多知识，怎么样辨别适合自己的化妆品，怎么样让自己才能够更年轻更漂亮。是，我相信今天的 F4 也收获蛮多的吧。我的收获就是在于学会了怎么去卸嘴唇，还有就是就是以后一定要去买无添加，是不是？对对，买无添加的，然后最好带个试纸。对对，哇，试纸会卖疯的，你知道吗？我觉得吧，今天这一集录完，我发现了，要偷懒也得聪明的偷懒，要学会用最对的方法，然后来好好的偷懒。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对不对？聪明的、正确的偷懒。谢谢，再次感谢乐乐姐姐，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越淘越开心》，下期再见，拜拜。再次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时尚芭莎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期再见喽，拜拜。甜美教主刘惜君本期节目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卸妆的点滴。节目最后一首《我只在乎你》也献给每个在乎美丽爱自己的女生们。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情感情